OK， 谢谢。开始签了，好忙。本分局民权所员警于日前当捕巡逻行务，其经西区东明南路与五权七街口，发现一辆撞门跑车停在东明南路北向的内侧车道。经了解，该车因电瓶故障导致车辆失去动力，无法继续行驶。由于该路段车流量大，来往车辆速度快，员警立即将巡逻车开启警示灯，停于该车后方进行警戒，并提醒后方来车减速，再徒手合力将车辆成功移至路边，化解危机。本分局呼吁车主应进行检查车辆保养，出行前也需检查车况。如遇车辆故障或抛锚，应在车后摆放警示标志，并立即联系相关单位协助，避免交通事故发生。不造成交通阻塞，可拨打110请求警察协助。